心地普及，社会学习，社区服务，走游地图，科技新闻，社会动态，精彩生活多爱点，欢迎收听生活爱点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生活爱点的可乐。Hello， 我是汽水。你有多久没去市场还是去店面买东西？市场哦，那市场是较久啦。好，有多久没买衣服？衣服哦，嘿，哦，是较久啦。好，嘿，因为大部分你哪会去网络上去比价有无？佮了解讲，你多买衣服呢？你就直接伫网络上买。什么物件你谈？你会用到这网购？你在地找无的物啊？有的是讲讲啊，我爱去遐吼，人计济啦，你计麻烦啦，还是从啥？你个想讲我伫网络上买安尼？那是我，我是较办团去店面买。哦，因为店面你阁爱去，像你讲的，就是要人挤人呐、啊，吼、嗯，阁爱看伊遐当时开门啊，吼，啊有当时啊，你若去拣物件的时阵，你阁爱看伊小姐脸色无？伊今仔来是甲因男朋友啊，吼、嗯，还是甲因翁冤家吼？嗯，嘿，啊那个脸就没那么灿烂啦。哦，啊你选物件时都很有压力啊，嗯嗯。所以我会感觉讲，对我来讲，我是较爱用网络上去买物件，较方便。嗯，是啊。另外就是电器产品，我一个人去买迄较大的电器产品无、嗯。你若是去店面去买，你就爱家己去甲光。光灯啊。对，这个意思。嗯。所以你若是用网络的，伊会就是他家己寄来家己厝，唔免迄搬运过程，所以较方便啊。嗯嗯嗯，对啊，你若讲买三 C 用品无，应该定定也是拢伫网络上买，安尼，变来拢较方便安尼。哦，另外一个我有发觉着讲，伊是糖啊货比三家。还不止三家。是啊。你糖啊货比很多家。嗯嗯。只要你的搜寻能力不哩强，你若是伫店面的时阵，你就是就当一间，啊，你搁歹势甲头家讲，我搁去别间看卖。嘿啊，顶个有的店嘛，吼是小隔壁，你可以当讲去遮比比者，搁去隔壁看。可是有当咱即卖基地啊，吼，当然呐，无一定讲介好，你知无？嗯。有当你会看说，这间有较俗。对啊，还是昨昏伫倒一间看，伊个介绍是安怎？到底是倒一间开上？你若袂记哩啊，你知无？对啊，啊！伫网络上，你有哈很方便的，安尼点点的，伊就知影讲哦，即、这个同一种的型号商品，还是衫裤白是卖偌济安尼吼，马上就可以比价。所以咱即卖台湾还是全世界。买物件消费者这风险嘛有伫改变。台湾咱的这网购的市场，就是你网络想买物件的人嘛不哩济呢。对啊，因为即摆网络介方便，个手机啊，大人然后介熬用，所以网络加实际店面的买，差不多一半一半，差不多安尼。对啊。那是伫网购的时阵，伊嘛有足济通啊付款。嘿。付款的方式个，讲你钱当时付出去，那牵涉着讲你买物啊的诶问题啊。有诶，佮通啊分期付款。啊对啊，系啊。你店面都袂使。嘿，无。头尾讲完钱就是完钱。你就是要一笔刷，啊，有当时你若是刷信用卡，头家就讲你搁爱加什么手续费，嘿呀、啊，对啊，我袂好嘞，对无？是啊，啊，那你网购咱个通啊去都选择，搁你知影讲，我要用到一张安尼，搁到一张个优惠搁较大。嘿，啊，有当时啊，搁通啊红利扣钱，啊，抵现金啊。是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爱点网生活爱点。像咱台湾人伫付款，不管网络啊，还是讲实际店面付款的习惯，然后其实人拿来统计啊。一般来讲，是信用卡付款是比例较悬一寡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你伫网络上付钱，你无可能是摕现金，你唔知要摕何啥啦，是拢会用银行汇款，用迄 ATM 转账。这两种就是占咱的付款习惯的一半。对。啊，另外还有啥嘞？即卖人愈来愈巧啊。嗯。哎呦，我还没看见你寄来物件，我想那爱先付钱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是，就是这个是货到付款就对了。嗯，啊，这货到付款嘛有两种，一种就是你家你的迄收件的这地址是写在你的你家己的厝，嗯，卡这样的，收会到的这地址是。啊，另外一种就是现在人比较无闲啊，吼，还是一个像我呢一个人住，嗯，啊，可能无人通甲我收。收回安尼，嘿，哎，你就会错过了。是，阿边啊，这时候，这当阵，超商就是你的好朋友。对啊，你拿基点货运公司跟你基点迄个你的网购的这卖家吼，佮出回去倒一间你附近的便利商店安尼。看你倒一间店离你上近，啊，你若是转来，还是要去上班的这路上，你都还直接他家己的回头念。对啊，就那个简讯甲你通知，拢会回交啊。对啊。无，大概你若讲叫货运公司送到你厝的，有那个联络，我拄出门尔，啊，要你过来个洗翻头啊，呢，啊，另外一种就是可能唔知大家有听过，就是第三方支付。嗯，是。这第三方支付伊嘛是有占一定的比例哦。嗯，对啊，嗯。将一百一成，嘿，差一成的比率安尼。什么叫做第三方支付？咱顶个节目讲过，第三方支付，就是讲咱付钱然后。惊唔知影讲，伊货到底有出货啊？无安尼，佮到底寄的是对啊？唔对？当我若收到确定了，佮讲哦确认，第三方佮会甲支付哦，卖家就对啊。嗯，咱即话要讲一个较特别的，哦，唔过应该是有人有用过，嗯是啊、但是唔知影哦，伊后边运作模式哦，你有感觉即卖？你买网路上，你网络上买物件是愈来愈方便啦。嗯，是啊。网购有当下你有讲，啊，我若无信用卡，嘿，对。还是讲咱用信用卡，还是第三方支付安尼？嗯。你都爱写足济资料，嗯嗯，吼、哦、一堆啊，嗯，哎，就感觉哈，那也真麻烦。爱个填个字，填啊字。嗯啊，对啊。啊，即马咱要甲大家讲的，就是先买后付的风险。伊叫做 BNPL 模式啊，嗯，啊，这是啥物模式嘞？哈，大家了解，就是即卖付钱已经是跟咱以前拢无共款啦，迄观念啦，哈。听讲即卖 Z 世代，就是讲在1990年加2010年这段时间出生的这少年人。伊其实对信用卡的兴趣已经是慢慢啊，愈来愈少。嘿、嗯，主要是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就是你要办这信用卡吼，你爱提供足济个资。哦，佮伊那爱查讲，譬如讲你的收入的状况安尼。嗯，另外伊无够紧，嗯，收麻烦。嗯，现代人很怕麻烦的吼。系啊。啊，第二种就是还款的方案，嘿，嗯、弹性不够多。讲叫你当时付钱，你就是爱当时付。你若是超过，无该付了，就爱付足多利息。嗯，欸、这利息好可怕。违约金安尼。嘿呀、啊嗯，这压力很大呢。是啊。至少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，先买后付，都完全拢无共。心知满点，
这是爱点网，生活爱点。心之满点，这里是爱点网，生活爱点。像现在先买后付这个方式，不像信用卡这样要填一些很多资料，还要等他给你审核过，才给你信用卡，才给你谈好使用。基本上你只要是成年人，或者说其实现在有较少年朋友，如果都有手机，这也不用强迫你说你一定要注册会员，要填一些资料，只要电话号码你就可以注册，你可以输用安尼。嗯，咱哈输入咱电话号码，啊，你若是收到迄认证简讯了后吼，完成结账。嘿，是啊。啊，伊小时要存伊倒位去？有记得你电话号码。是毋真简单？嗯，是啊。足简单嘞，所以些少年人就感觉讲，哦，这足好用诶吼。嗯。伊迄操作流程比你输入迄信用卡诶号码。还是你打开这电子支付拢搁较紧，对啊，搁你搁免扎一张信用卡，搁惊去用偷去。嗯，啊，伊嘛有额度哦，都开始使用的时阵。是。伊这平台会互你刷的这個，应该是讲买的这额度。最高可以买到多少钱的额度？对。啊，你若是要提高你的额度，嗯。比如讲，伊限制你讲，你头一届使用袂当买上贵的物件，你甲通啊买3000块以内物件。嗯，哎，你若想讲，啊，我买有4000外块，安尼变喏，啊，你都爱去下载因的应用程式，啊，甲注册会员。哦，迄金额会当提悬。对，使用愈济，伊的迄平台的服务还款拢正常。啊，伊就会慢慢甲你，甲信用卡额度赶快慢慢甲你提高，提高安尼吼。你头爱查愈买愈侪，嘿，好。哎，咱拄则有只讲只重点，是讲即个物件都是你先买，后壁再付钱。啊，这是虾米一个流程？伊个方式就是咱去买物啊，店家甲这交易资讯呐，哦，先买后付的公司，先买后付的公司，先查到你的消费者的信用了，伊个，互迄店家甲商品寄予咱。先买后付，这个公司我先付钱哦，还得商家。嘿，甲甲你爱付的这小单寄予这消费者。嗯，消费者收到照单了后，伊就去缴费，对呢。嗯。为什么是讲先买后付？其实这后付是因为有人先给咱付钱。嗯。先买后付，若是讲较白，还是讲较简单呢？应该就是小额贷款。而且伊甲所谓第三方支付个无啥共。对。对不？嗯。你一般来讲，咱通常拢是消费者先付钱。店头同买啊，该收会到钱，但是这无同，是卖家会当先收到钱。对，嗯，所以大家对这种的付款的模式，就感觉敢那不好用哈。嗯嗯。不管是对商家也好，还是对消费者也好，嗯，哦，都还蛮好用的。哎呦，刚刚讲，哎，我会当提他收到钱呀，门爱个等你偌久。你爱确认无误料，该买单钱该生活化。哎，嘿，商家人更愿意加入这个平台啊。对啊，另外就是因为消费者的接受度够不利管。嗯，因为简单就通啊买物件啊，他手机啊号码输入，收到简讯都有人甲伊付钱。等物件收到了后，收到这一小段账单，账单，嗯，你就通哦，该来去付钱。可是你买啊，真正还款啊！你看讲暂时付不出来，你会当阁申请小可延一下，延超十天半个月安尼。可能有诶大哥大姐会写讲嘛，哎，那有人公司遐尼戆呢？先甲大家付钱安尼，安尼走起是安尼。是啊。无啦，咱台湾人吼袂安尼啦，因为这小额支付。听讲因呆账率是有啦，啊毋过无偌济，无遐尼济安尼，嘿，无像讲咱讲，咱就是恶意倒账，啊无啦，伊迄呆账嘛是一点点
先买后付的这市场，而且讲在咱旧年吼、发展很大呢，足侪人拢利用呢。因为像你讲的，咱商家还是消费者，拢蛮喜欢安尼的方式。这里是爱点网生活爱点，随时掌握生活科技焦点。像这先买后付的这个方式，吼，伫全世界呐，每一个国家拢有安尼。系啊，伫咱台湾即马提供这个服务的都有六间，啊，其中嘛有外国来的。像迄啲欧美嘅国家，因来认为讲我会当后壁付款，因伊认为讲信用卡嘅迄利息较悬，佮伊使用者吼，大部分拢是较少年人伫用嘅较济，就是感觉真麻烦。是安怎伊会用？是安怎？我会当分期啊，我会当两礼拜付一届啊，还是分三礼拜啊，是四期安尼来去纳付安尼个对啊？佮伊付款嘅方式个，我会当用我。本来的金融卡 ATM 啊，去交钱，而且你使用这公民户诶上面手续费，哎、欸，这个最赞。系啊，东南亚国家咧，伊是考虑到我无信用卡，佮会当讲像信用卡遮尼利便，因为伊用手机啊诶号码都会使啊。对啊，所以伊针对诶迄落使用者吼，所有人诶拢可以，你拢会当来用安尼。要大人啦，拢计愿意去用这安尼。你会当一届加付清，佮你来当用分期的去付。一届付清差不多会互你差半个月、一个月安尼的时间安尼。嗯。佮你要付，你会当用电子支付啦，还是银行的账户来转销安尼，那是可以。但是你若要分期啊，佮需要拿一挂手续费。嘿呀，计减啦。嘿呀，你佮爱付人这安尼。嗯。我像那伫日本有无？因认为讲，诶、欸，我用信用卡有迄落安全疑虑，惊去用盗刷，感觉讲诈信用卡出去更麻烦。我用这个较安心吗、啊？我用手机啊，那个简单可以当付款。使用者伫日本来讲，女性朋友较侪。所以那是甲咱像迄东南亚同款，差不多拢是半个月、一个月时间内，你可以当甲一届甲付个清。付款的方式，大部分拢互你去超商去付款，但是像因迄日本就是爱固定的一个手续费安尼。嗯，这是全世界的用先买后付的这模式啦，吼，拢无啥同款，因为需求无同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吼，其实这先买后付，互人的感觉就是针对你无信用卡的人，还是讲你感觉讲这信用卡足麻烦。嗯啊，另外都是较大笔的消费，分期爱拿安尼，针对遮的用户安尼。系啊，是啊，有个人呢，惊讲，哎、欸，我钱付啊，还是安怎，却摕无到商品有无？你若惊讲，哎、欸，我付钱是你各自来出去，所以若较侪人来想讲，哎、欸，我来使用遮、這個。因为你电话号码通啊有。对啊，系啊。消费在市场吼，敢那愈来愈较趋向在小额付款都会使啊，吼。嗯嗯嗯。伊个消费的金额拢无讲介济啦，对啊，无讲介悬了呢。商家伊都做一个统计，发觉着讲伊个家己的用户吼，会员，伊用因的服务买交通票券的较济。哦，是。伊咧使用伊买诶物件，大部分拢是生活必需品。嗯，买遮物啊比较多个对。嗯，所以即卖伊除了提供遮个服务以外，听讲伊阁有甲别个业者做合作安尼。对。嗯，譬如说金融啊、吼银行啦、啊、科技啦、啊，伊拢做一个合作。包括讲，你要哪甲这做网络上的串接，或你以后用好平常时的饮料啦，去餐厅，你都会当用这 N O
付钱这个方式安尼。哎呀，偌好用嘞！所以以后去餐厅会当先免炸鸡个对。就你手机遐炸就好啊。嘿。A P P 啊，你该装一个。嘿，是啊。试试安尼。嗯嗯。啊嘛，唔免用信用卡。嘿啊，对啊。欸，很好用嘞。嗯。啊，另外甲银行做合作。嗯，他家你你户小的时阵，迄弹性够较大，控增加你的额度了，对。你拿月缴啊，还、是分期啊，未来可能买扩大的服务，让你较侪选择啊，你要按哪还款的方式啊？嘿啦，当然啦，有消费，你的期限内底可能较付清是较好啦。